来，饮水。啊，无你的。来，苏雅，来，苏雅，好你，好。哎呀，好啦，秀妍呐，啊，你这摆有几天无回去厝啊？我，这摆应该是30天啊。30天啊？嗯。啊，秀妍啊，啊你哪会拢唔回去厝嘞？我。回去厝的哦，老实讲啦，其实我伫个厝的吼，足无聊的，我吼带袂调啦，伤闲啊。啊，不过吼，伫个国庆时有代志做啊，所以我感觉也是在遮较好。看你这么介意遮，归去你直接出家，住伫个寺院好啦。我，其实吼，不瞒大家。我真正有安尼想呢，啊，不过我是厝的独生子啊，我家己是无问题啦。啊，不过，阮阿爹甲阮阿娘，因哎呦，这唔较简单，非得大家拢传说你是荒凉罗汉转世而来的，你就去拜托长老，去甲你阿爹阿娘讲这一切。拢是姻缘，安尼你要出家，唔着加较简单啊。少爷，少爷。哎呦，恁看又过来啊啦。少爷，原来你伫遮哦。哎呦，少爷，老夫人身体无爽快，老爷爱你赶紧回去。好。我知影，你用个等于何病啊？你先等伊。啊，这，哎，唔是啊，少爷，这摆吼无同款，老爷爱你甲我做伙转去。啊，无同款。是啊。哎，是倒一摆有无同款的啊？你逐摆拢甲我讲，阮阿娘破病啊，叫我一定都爱倒转去。结果咧，我一个倒转去厝的。甲看，阮阿娘根本也无破病啊啦。哦，那是真是要讲无同款哦，都是一摆是敢那天数的差别，一摆较久，一摆是30天。啊，这较久娘娘啦。哎呦，唔是啊，少爷，一摆吼真正无同款，夫人伊。哎呀，秀妍呐。我看哦，你也是去向长老告假，去回去厝里看卖好啊。是啊，也是袂当让父母挂心。嗯，是啊，少爷。啊，好啦。行啦，带咯。去找伊回来啊啦！夫人，请用汤药。哎呦，少爷，你行较紧嘞，行较紧嘞！哎呀，你莫一直甲我送啦，我家己也要行。少爷，紧嘞！爹娘在上，秀妍，我秀妍的声音，秀妍回来啊！阿娘，秀妍啊，你真是回来了，你真是破病哟，阿娘，阿母无破病，你看，阿母好，哎，原来你这摆不是骗我的，你真是破病哦。看到阮秀妍，阿母什么拢无啊，拢无去啊，拢。
拢好去啊。阿娘，阿爹，阿娘，伊，原本我以为只是伤风，所以无特别注意，谁知影过了数日，不但无喘路，反倒当渐渐严重，才去请大夫。现在大夫一讲，哪里哪里是安怎？唔较早通知秀妍。秀妍，我有去甲你通知，只是你唔转来。我一直以为阿娘是有搁在骗我，骗我讲伊的身体唔好，伊是为着要叫我回来。我要哪会知影这摆是真实的啦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伫咧骗我对无？对，阿娘，你是伫咧骗我。阿娘，阿娘，我骗你。阿娘。是真实的。阿娘，请你原谅秀妍不好之罪啊！阿娘，你跟我讲，你是一个骗我，你无破病的我，你无破病。阿娘，我爱着好，我爱着好。我
想什么呀？阿爹，阿娘，伊的爸，伊的爸，敢真是袂好起来是无？秀妍啊，其实唔那干那恁阿娘，事实上阿爹也，阿爹，你阿爹甲阿娘拢老了，秀妍啊。战碎过，天地之间拢有生死坏空，人的性命当然嘛有生老病死，这拢是大自然的法则，人生大事，该来。总是会来呀，也是爱欢喜去接受，这都是人生无常，所以苦集灭，爱灭掉才会烦恼，咱才有办法见到。阿爹，阿爹，少爷，来，少爷，护林你，好，你来，进来。忠诚以后，也是由恁在我父母身边伫咧照顾。少爷，你唔通安尼。君自细汉拢是孤儿，老爷甲夫人慈悲，将阮收留在身边，予阮
有所在通安心，只是，是啊，时间过了真紧，目一个年，30年就过去啊，阮也未赴向老爷夫人报答恩情，想袂到，因着安尼离开人世啊。今日召集各位来处，主要是有两件代志。第一件代志，我要感恩各位照顾我的父亲。秀言要向各位说声，秀言，你莫安尼啦，阮担待袂起啊。各位呀，就先休困几天，故作打算嘛袂慢啊。是啊。老爷甲夫人会无法度放下。
无法度放下，无法度解脱的，是世间的人。李辉，伊往生的第二年。少爷，阿唔过，你要卖厝卖地，这是你家的祖厝，价值袂少呢。是，确实是价值袂少，但是这个家也阁有这块地。对现在我而言，只是烦恼而已，唯有放下现在烦恼，才是最大的解脱。这少爷讲的是无唔对，只是我也有责任，要遵照老爷甲夫人的委婉。继续好好照顾少爷你啊！无需要，我会当照顾我家己，我哪有需要各位的照顾呢？这，请大家放心，我已经将各位的工资结算好了，而且付予恁每一个人一笔资金，予恁。不孝不起因，那少爷不要紧，你提，不要紧，你提啊。看恁倒转去故乡了后，恁是要自行安家立业？或者是怀念家己，另外有什么打算？来，龙英的随己所愿，予恁注意有安排呀。这少爷，哪呢？你家己嘞？是啊，你是要如何安排你家己的去处呢？哇，妈，少爷，你的意思是？不对，就是天大山，国清是呀。那是要出家，应当就爱心算命数金数呀。我看两位的浅差，我参想不是汉人呐、啊。其实，阮是为日本来的精灵。